今天我们做创意写作第50面，范文是雨天，天空乌云密布，鸟儿低飞，不一会儿便下起雨来，雨水滴在小草上，小草低下了头，雨水滴在小池塘。里，小鱼躲进水草间。过了一会儿，雨停了，天晴了，小草更绿了。天空乌云密布，天空 sky 乌云 is black dark cloud 密布。鸟儿呢，它飞得很低，因为要低低飞啊，flying low。低飞就是 flying low。不一会儿 is one moment，不一会儿 it means not 不一会儿 no need very fast that and here means very short while 一下子罢了，不用一下子就是很快很快，它的不就是没有一下子，比一下子更快，叫做不一会儿。边下起雨来了。雨水滴在 drop 啊 drop 在小草上，小草因为那个水滴在它上面，它很重咯，所以它就低下了头，好像低头这样，因为很重，跌下下来。雨水滴在小池塘里，我在录这 video，你们的声音全部进去了，啊，小鱼躲进水草间。给雨水滴在池塘那边，小鱼躲在水里面。过了一会儿，after a while，雨停了。天，the sky，OK，晴了，become sunny day already 啊，晴了，clear。小草更绿了，the grass become green，the color become more green，更 is more，OK。